各位好，咱请起立。今日请坐。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哦，看大家欢喜个呢，我嘛足欢喜。欢喜讲咱吼，伫这边当然是高级班啦，吼、哦，大部分的人拢已经参加过初级班。啊，大家听到阵子新的消息，我相信咱秘书长甲大家报告咱最新的发展。各方面拢会使讲突破过去，吼、哦，过去咱的一挂民主先进，不管是大陆人民、民主进步党，还是李登辉的代言、甲李辉所做的，咱拢超越真济啊，超越真悬。中昼咱咧开一个中央决策会议的时阵，那是例行会议啦，吼、哦。咱蔡明华副主席嘛，甲咱讲足济，4月20日要去洛杉矶，啊，如果伫华盛顿 DC 迄个所在，甲像是 Press Club 吼、哦，就是讲国际记者的迄、那个啊联谊会吼、哦、俱乐部就对啦，毋是普通会当入去遐开记者会，咱就是用叫做 Bloomberg 的迄款的 room。迄是足水的一个啊 office 吼、哦，伫迄个所在来举办记者会，啊，这是真重大、真重要的一个集会。咱伫迄个所在会来解说，咱是安怎成立民政府，是安怎吼，是要安怎为台湾来打拼，啊，需要因大家来了解咱民政府的宗旨，啊，然后咱嘛要讲一寡甲因。加一寡智库，美国的智库，吼、哦，加教授、专家来讨论台湾之后要安怎来行落去，要安怎认真。啊，讲到智库，咱国内真侪人毋捌伫美国进出，较无了解。智库上有名就是一个叫做伫美国内个上有名叫做。兰德公司，唔知捌听过，听下请举手。Rent Corporation， 哦 ，Rent Corporation，R A N D C O R P O R A T I O N， 哦，这个兰德公司是非常有名气。伊的成立是1948年才成立的，当然美国嘛有真济智库，那像伫东华，咱拢大家拢知影，拢一个叫做 Brookings。Institution， 啊，无就是 Heritage Found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 就是传统基金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就是布鲁金斯研究所，哦，啊，最近以来佫要其他，那是 AEI， 哦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ion， 哦，啊，冇 SAGE Institution， 哦，这拢是智库，哦，啊，这个兰德公司啊。讲了三年，咱的公司最近哦，在这个2012年的时阵啊，哦，伊写一篇文章，哦，你讲你评价中国人，我看下吼、哦，我感觉中国人过100年都未强大了，无可能强大，因你哩讲做中国外强多外强。这不是我个人意见哦，兰德公司安尼讲呢。兰德公司的调查报告，吼、哦，调查报告第一点，伊讲中国人无了解因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甲社会所承担的责任甲义务。中国人普通是干来关心伊的家庭甲亲族。中国的文化的建立是伫家族血缘的关系，毋是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所以，干来关心伊家己直属的亲属的福祉、福祉吼，甲家己毫无无关系的人的苦难，伊拢视而不见，足自私的就对了吼。
所以讲毫无疑问，中国人是非常自私、噶非常冷酷的。哦，这块的物件就是讲，回应讲，回应看讲，这个社会发展哦，这个社会发展是足有限的啦。要成长噶发展哦，是足有限，因冷酷噶无情，自私冷酷噶无情，会阻碍中国的正常发展。第二点，伊讲啥？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无信用的可怕的国家，无信用是足可怕的。咱台湾人嘛同款呢，因咱受中国文化影响，所以拢无信用呢。你讲我有啊，我有信用啊，我去太祖爷庙拜啊，我去土地公庙拜啊，我去妈祖经拜啊，那无信用，看起来是信用，实际上没有教义啊，无教义啊，无牧师啊，吼、哦，拢神棍嘛，安尼变哪有什么信用？吼、哦，伊讲中国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导致自我泛滥，拢只能自我想大，缺少约束，缺少统一的精神支柱、哦、他们没有统一的规范，统一规范的道德意识跟真理的意识，每个人相信他自己，每个人按自己的意志确立行为、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行为道理，导致中国人在各个行业和生活领域中没有统一意识。过来，由于缺乏信仰，中国人没有罪恶感。欸，我做歹事是无人知就好啊，讲白话讲一百次就变真理哦。所以中国人的内部矛盾分歧，在人性中的残忍跟冷漠哦哦，纵观整个历史，最残忍的斗争跟屠杀，都是中国人内部自己在那边互相屠杀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三点是说，中国人所说的政治，除了欺骗和背叛，哦，没有其他东西。哇，这嘛就惨剧没了哈。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法治的社会，哦，老是想走捷径，哦，要搞特权，哦，一代又一代在徇私枉法，在贪赃受贿的社会不公正跟这个。社会不公正跟法律不公正中互相效法模仿，咱台湾人啊，赶快呢，其他中国就是讲，哦，我被上昂包火锅香人，什么高干啦，什么起定啦，什么市委书记啦吼，而且呢，就得了贴贴款，而且呢，就去贴后康诶，无想要长进哦，所以讲在中国政治斗争哦是罕见残酷而无情哦。啊，政治斗争的关系，让中国人一代过一代失去应该有的人性，哦，啊，这足凄惨的。过来，伊讲啥呢？我翻了上紧，算唔知对倒去啊。过来，伊讲第四点，大多数中国人将来都无有留什么是啥呢？伊讲什么是体面跟尊敬，令人有尊严的生活意义，哦。因为啥呢？因为中国人倾向于索取而不给予，刚才想要 take 而不 give 哦，这种情形哦。伊讲哦，他们事实上很需要明白一个道理：生活的真谛不在于你索取多少，而在于能给予这个社会哦，还有人类，还有你的同胞有多少。伊讲哦，中国人从来没有学到这个东西，拢无去学着讲啥物叫做有体面、够有尊严的生活意义哦。中国人普遍唔知讲，要安那为个人甲社会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啊，拢为家己尔，所以无迄个意识吼。哎，讲哦，潜意识里，中国人视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从而获得别人的认知啊，所以就爱民主，哦，拼命的碰风。咱台湾人嘛呢，足够碰风的，爱民主，拢惊看人，惊人看伊无去，要求爱民主吼。一共一个人这样一来啊，一个人对保有面子呢，哦，就这样的微不足道的欲望就感到满足了，哦，因为民主是中国人心理上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了中国人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人接受真理哦，哦，并尝试富有意义的生活。咱台湾人嘛，赶快，也在我现在提这篇来读，也在陈永新医师咧讲，后藤新平讲台湾人足好惯呢。因为啥？惊死，爱钱，搁爱民主哦！我常讲，我上歹爱民主。我凊彩静静的伫街路咧行，无人看我无去。
因为我追求的是 有尊严的生活，我有知识，对吧？我丰富自己的知识，我去管教所有的看困苦艰苦的人，所以我就不怕人看我无去。安尼真实人不是安尼啊，无知识爱碰风哦，干爱面子尔尔吼。过来伊讲吼，第二点，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伫输益中间，中国人的价值观，即哲学观念啦吼，建立在自己的私欲，只要满足私欲，吼，声色犬马啊都好啊。所以台湾人嘛有派呢，若有钱要创啥？有钱毋是讲要来做好代志，做好代志拢小部分的啊。有钱就是要来三妻四妾，声色犬马，吼，原来讲，所以拢伫私欲之中。伊讲由于贫穷环境下生长，吼，并且缺少应有的教育，大多数的中国人不懂得优雅的举止，优雅的举止哦，甲基本的礼貌。我感觉讲吼，我阿爸虽然足善车，伊吼优雅的举止有。够足礼貌，对人拢足客气，也受日本教育个拢安尼。伊讲中国人中间呐、啊，大多数人吼、哦、着装笨拙，就是穿着啦。所以我伫中央研究院定对了讲，我一看啊，迄都中国人。安尼讲，虽然讲穿西装虽然是学者，但伊是着装足笨拙，迄款看起来就讲吼，无真安尼，互咱看讲真避俗安尼吼。伊讲吼，着装笨拙。粗鄙却不感到害羞，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说谎并从别人那里索取、哦、而不是去与别人分享自己的所有、哦、这太重要，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教育将来要改变，绝对要拼开一关、哦、因为目前中国正遭受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邪恶的折磨，第一个就是环境的破坏跟人性的丧失、哦、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的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款的品质漠不关心，做人爱坦率爱诚实爱正直、哦、所以我常在说要怎么做一个好的领导者，良好的优、哦、秀的领导者一定是足坦率、足正直、足诚实。我昨暝，你甲郭牧师那个教务长咧讲，我过去咧做财政局长的时候，我足坦率、足直截了当，会批评一挂局长，伊的决策是错误的，伊的行为是错误的，你分配财源的时候是不公平的。是违反社会公义的代志，甚至我伫记者来咧甲访问时，我就坦率甲讲，足清楚讲甲足白就对了。头先你讲迄李县长，伊来甲讲，甲叫伊唔讲，诶，安尼咱讲甘好，安尼甘袂伤感情。我报告县长，我跟某某局长私交非常好，我可以跟他在私底下。无所不谈，像亲兄弟一样，但是在公务上，我绝对要讲清楚、说明白。我袂使讲压压秘密，讲诶，你这做唔对，我搁底下咧容忍你，我袂甲开钱，还袂使暗砍。但是私交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是好朋友，咱一定要公私分明。私交大家都是好同事、好朋友，但是公务上，为了大家的利益，为了整个社会大众的利益。我就绝对爱把伊的缺点讲出来，私下讲不好，我当然是公开校正。我唔惊得罪伊，因为我私下甲你沟通过啊，你讲未清楚，你搁底下做咧，搁做歹代志，我绝对无讲吼，讲拢卖讲，引恶扬善。中国人想要引恶扬善，结果代志拢做袂好，受害的都是社会大众，拢是国家社会啊。所以各位大家拢是咱从未来政府官一定要注意这点。你若讲吼公私不分，公事上已经做了足歹，你搁底下引恶扬善，啊，足侪贪污腐化的代志就出来啊！吼、哦，这是咱来讲的吼。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就是勇于冒险这样的一个优良品质，
所以中国人呢、啊，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啊，伊讲吼，中国人啊，也品质低劣，价格更便宜，仿造、侵犯智慧财产权，哦，充斥整个国家。所以变成世界各国对伊的产品拢有意见，这是第五点。第二点，伊讲吼，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上对性和食物那一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所以讲啊，中国人对生活上的平衡性跟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的，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哦，这点要远远胜于中西方人，就是对物质的索取，不要钱啦，不要哦，那个物质的享受。因为大多数的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哦，精神生活。哦，精神的迄个心灵上的迄个修养拢无，嘛唔知啥去，就是自由信仰以及心智的健康这些概念，因为他们思想上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的层次。哦，这是何谓生命？就是讲肉体的生命甲灵性是并存呢，但是中国人拢追求肉体的部分，而忽略了灵性。哦。拢讲讲肉体哦，人讲声色犬马的满足安尼吼，因为中国人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满足于自我生理感官的需求，他们的文化建立在声色犬马之中，麻将、赌博、色情、吃欲、贪欲、性欲，无不渗透在他们的生活跟文化之中。哇，这回看的足低落足。记录的，足记录的一个社会甲中国文化，哦。第七个问题是，失败的中国式教育成为世界的笑柄。哇，咱拢唔知啊，咱也无读过这个，唔知讲哪个批评这严厉呢？咱的批评拢真客气。在中国人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改善生活品质，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跟标志。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事，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占有相当的知识跟权力。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啊，听好无？永隆不咧关心真理是啥物，伊咧拢撒谎灌洗啊，吼！啊，什么是道德嘛？唔知，干知要嚼饱就好。所以，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社会改善、改革或者总体的水准的提升，而是为了统治阶层，哦，跟少数富有阶级的民众服务。中国政府部门总是以你为豪的标榜自己是人民的这个那个，哦，但没有一个真正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服务的。唯一的服务的物件。就是他们自身集团的利益，政治是不是为家己的利益？迄、那个共产党的为党员的利益安尼尔。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物件社会。等于说，本来要服务社会，但是不是这样子哦？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他们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他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哦，不是知识分子哦。知识分子是充满对社会的良心哦，良知。他说，这些受教人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这个社会。所以他说，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有能力的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的专家，哦，这就更重要。他说，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就让他警惕哦，还需要有勇气跟胆识，正直干跟诚实的领导才干，哦，但是呢，这些都是所有中国人所欠缺的。然后，他说，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个著名的西方传教士。在100年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
正直的纯正的品质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哦，就是综合症候群的病因。所以咱底下嘛一直在强调讲，咱一定要培养正直的那个品性品质，然后啊有迄个勇气来承担责任。所以他说，大多数中国学生哦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并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的一些牺牲。但是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跟逐步的衰弱，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 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好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哦，你看这评论到这个地方，所以这结论说啥呢？结论咱这评论的，哦，他是说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哦，可以说有的人，咱这边的人啦，吼，说啊，那见仁见智啦，他这样看啦，咱不一定这样看啦。啊，但是我感觉很汗颜的，因为咱在台湾，哦，望远到台湾的社会底层，还是社会的那个中间分子，甚至社会的政治人物，没一个没沾染这样的中国文化的气息，你知道吗？没一个没这样啦，吼。哦，所以吼，哦，咱想来讲，咱来对台湾做一个大改造，大来改造，吼，哦。这大改造啊，想到这大改造，我就听，因为会知啊，咱陈永兴医师咧讲，吼，哦，伊咧讲台湾医疗发展史内底讲到后藤新平，我就希望每一个人要做一个政府官以前，要好好的再三拜读《后藤新平传》。我后藤新平传，我可能读两届，吼，拢真仔细甲读，足甘心的，嘛足感谢的，用很虔诚的心来阅读他的传记，他所写的东西。后藤新平以前呢，足成功，伫1996年介入来做咱的民政长官的时阵，吼，就是。头先，咱个陈永兴医师讲讲，伊就是咱个行政院长，哦，伊就开始来处理这个卫生问题啊。因为咱个整个卫生环境就歹，所以变作一个张力思想、疟疾啦、霍乱啦，安尼一直安尼害死足济人安尼。我相信，总括一句，就是后藤新平伊有这个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伊讲要处理台湾遮霍乱疟疾的问题，甲台湾人民的反恐，真简单，爱用生物学的方法，毋是用兵，爱用生物学的方法去了解，去做调查，去了解台湾人的习性是安怎，这完全是一个足科学的办法，科学精神底下，会当甲代志做清楚。所以伊来台湾做足仔细调查，调查者社会，吼，哦，派人也是亲身家己去看基层的生活，啊，一般人民的思想想法，甲伊的行为，吼，哦，伊的行为，伊的所作所为，对内底的观察，吼，哦，观察出来，伊下结论讲，台湾人就爱做官，台湾人就爱民主。台湾人足惊死，哇！啊，这东西都有针对性啊咧。你针对这三项，你就会当甲台湾人安尼创个好势好势，会服侍个好势好势。所以我相信讲，咱将来要改革，嘛一定爱借用这款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哦，科学精神你创啥呢？科学精神首先就是爱求真，哦，咱来对代志的看，爱求真相。唔通看到外表的现象、现象，看到现象，就讲啊，就这就是事实啦，唔是安尼。你要去追究现象内底迄个里程去啊分析，所以咱的分析能力，现象内底一款本质，有这款的现象发生，就有迄个本质。哦，那你还讲哇，台湾人嘛爱贪污呢？
哦，中国真够贪污，只个台湾人嘛贪污呢。啊，谁人台湾人遐够贪污？那是讲最近马政府所抓到的，伊中华民国的政府内底所抓到的一挂的这个贪污案，哦，不管是中华馆的周伯言，还是南投县迄个啥物国清啊、李朝卿啊，啊，甲最近发生这个伊中央党部迄赖素如。赖素如台湾人还是外省的？啊？外省的？外省的吼？我感觉伊是台湾人呢。啊，无就是乌汉籍啦，我乌汉籍啦吼。吼、哦。啊，咱个想看嘛吼，我过去所了解吼，伫李登辉时代，足侪咱台湾人伫入去伫即个国民党做官的人吼，大部分拢无着贪污，无着查某。啊，是呾，因都有贪污甲查某，啊，一直拢被一步一步一直升官。因为啥呢？伊统治的本质就是讲，我要甲你重用的时，你要有把柄话。落伫手中啊！啊，你迄个把柄就是无着贪钱，啊无着查某，你若拢无反抗我，啊，大家相安无事，我就会甲你揭发。但一旦你来去反背我，我就甲揭发你未看的迄部分啦、啊。哦，是安尼啦，迄就是通底下的手腕的迄个就是发生代志的本质啊！你讲你要升官，啊，你无来上礼，我要来互你升官。啊，你要用啥来上礼？你薪水足少呢？公务员薪水实在是讲起来比阮做学者较少呢。阮学者当然无贪污的机会啊，但公务员足济机会通贪污啊。啊，你为了要升官，你就去送礼；为了要送礼，你就爱红包要收一撮嘛。你上少嘛收一撮红包，啊，才有法度一撮一撮去送礼。我无甲恁讲，我捌直接讲，毋爱伫这里伫咱迄边头讲。我当李登辉初初担任总统的时候，1988年，伊担任总统无外久。就一个台湾的吼，原来足有地位的政治人物去甲拜访，就挂一卡皮箱，啊挂一卡皮箱去，啊要走先讲啊，这皮箱内底一撮礼物吼，一撮礼数，请你总统收起来安尼，啊伊就走啊，啊咱李前总统伊走了，则咱的习惯是无当场共拍开这个礼物的嘛。啊，走了才拍开，我夭壽啊！内底拢黄金，啊，这黄金要倒倒来，敢伊家己公务员做一世人有诶？有可能无？无可能啊，对无？啊，然后我阁听李总统诶秘书甲讲，哇，那个某人在担任什么官的时候，中午休息的时候都有女人陪他。啊，这拢挑你讲诶呢？这种条例讲，伊家己本身来安排呢，因为啥？不三时，蒋经国拢有派人咧注目者伊个官僚有啥物歹空歹代志无嘛？啊，伊就条例讲做迄号蒋经国去做记录啊，啊表示讲啊，这个人咧交心，因为伊咧交心，伊若犯着啥物错误，我得当甲摒出来，伊就害，所以绝对唔敢做歹代志，唔敢做违反蒋家利益个代志，安知无？这是本质，通底上个本质，才有发生这款个现象。啊，若无，若讲真正讲价，真正讲真清、真明、真白，伊就一定要求你袂使安尼甲贪污，袂使安尼甲。你中昼休困的时间内底有查某休息，吼、哦、休息的地方有女人再来陪他，是安尼呢？应该是安尼。但蒋经国知影，睁眼闭眼，随在你去，随在你去。但是你是我的走狗，你就变成我最忠实的走狗啦。安尼呢，执行他呢，执行他所要的政策。变成安尼呢，所以这点咱真清楚吼。啊，就是讲咱那做些政务官，一定要去透视现象背后的本质。哦，那请问那个啊，财政赤字，我顶下讲，财政赤字的发生不是你税收不足，而是你贪污腐化嘛。这个工程做了搁做，那你讲这路面还是造桥，才做一当年呢，这个风台来拢老了了的。啊，这就是你贪污腐化的本质，才造成财政赤字嘛。所以你都要时常来
时常来做这工程啊，哦，所以咱来透视这个本质。过来就是讲科学性，就要求善，哦，求一个完善。什么叫完善？哦，就是讲咱来怎样讲？我会记哩，圣经有一句话讲：敬爱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有智慧的，就是完善的境界。为啥讲？咱把这句话改做讲：哎，敬畏神明，因为足侪人无信耶和华，咱不管，那么你会惊神明嘛？敬畏神明是善的开端。你唔敢做假，甲做歹代志，所以你工程一定做完善嘛。哦，所以科学精神要求一个善。你看咱台湾的工程哪一个完善的？我嘛看一个完善的，四千外做一个高铁，讲哇，夭壽啊！地层的下陷啊，讲南部有海沙藏伫迄个条啊内底。我拄开始的时唔敢坐呢，我想回家行过一边来看嘛，无吼，万不要坐到高雄吼，迄边遐有海沙吼，怎陷下去呢？阿妈听讲哦，高雄的捷运有掺海沙呢。所以我去高雄坐车，我嘛惊惊呢，掺下山呢，吼、哦。所以这款才苦，你看这就不完善吼。过、哦、来就是美，求一个完美，吼、哦，完美，吼、哦。所以这真善美吼、哦，我是唔知道，因为我虽然讲要未受，我无受洗，我不是受洗的基督徒啦。但是我对迄个马克思韦伯，大家唔知道不 ？Max Weber， 有人读社会学的不？社会学。Max Weber 是迄个社会学家，德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伊伫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间的时候，伊写一本册，就是讲基督教的精神，哦，基督教的教义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呐。这本册是畅销书，社会学家一定爱读的。就是我读经济学的时候，我咧读经济思想史。读经济史的时候，这本书也爱读。我受伊的影响足大，也是咧讲新教伦理，基督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督新教甲咱教啥呢？咱认真赚钱，就是表示对上帝的尊敬。唔是认真赚钱，就要来虚花。对上帝的尊敬是安那？除了讲赚钱赚足济来尊敬，表示讲你对上帝的尊敬。你赚的钱就是要来做啥？要做社会公益，所以哦，犹太人因吼赚100块，一定捐10块出嚟。咱讲定咧讲犹太人克制，不一定，连顶到咱的人较克制。中国文化底下的人哦，拢真克制，顾家己无顾别人。人犹太人足顾别人诶，迄个钱收收咧，由教会去办学校，教育因的囡仔，互因进步，互因脱离愚昧的、愚蠢的生活环境安尼咧。所以吼、哦，真正讲要甲代志做好，真正爱有这个科学精神，爱求真、求善、求美。吼、哦，我咧讲吼，这个西方社会，因是安那唔免讲惊死，大家拢会惊死呢。那是讲，会再讲来讲，霍龙新平评论讲，台湾人是惊死、爱钱、爱民主。那是讲，迄是人性之常哦。但人性之常，咱要用啥办法来改变伊的气质？迄、那个惊死是讲，我足惊死，我唔足惊死，但我所惊死，惊死破病病死伫文章顶。我一旦这个社会需要我，这个国家需要我，慷慨赴义，我就爱慷慨赴义呢。啊，无安那讲，你讲你惊死，甘都未死。所以死时有小死跟大死，咱来看，时有。重于泰山跟轻于鸿毛，迄中国人常咧讲诶，咱拢已经耳熟能详，拢会当背啊。为你个人的利益，私斗怕死，迄就无彩。为了你惊死，啊，然后你唔敢慷慨赴义来争取国家的生存，家己的后代的发展，结果咧，你最后你嘛爱死伫文床顶啦。啊，要死了都会较有意义，咱死爱追求一个死的意义。人西方的人唔是安尼，日本的精神嘛唔是安尼。我该人去死，我就去死。我若是真正吼做一寡见笑的代志，吼、哦、不应该伫这个社会搁再生存落去。日本人就切腹自杀，武士的精神，武士道的精神。我切腹自杀，因为最后我虽然无切腹自杀，我最后嘛是会病死去啊。
敢有人活200岁、300岁、1000岁？无呢，哪有可能？啊，所以西方的迄个宗教、迄个精神，吼，甲日本的武术的精神，伊对这惊死就看就开的。咱将来嘛同款，为了咱台湾千秋万世，咱拢爱唔惊死。这个精神嘛，是阮迄阵咧草拟，迄阵咧草拟咱的公民权利法案的时，阮是十个人尔呢。十个人伫台北才是活动的，台中的人较罕无够，台高雄的人嘛无够，吼，一时十个拢无人够。但阮台北这十个人，一礼拜聚会两届甲三届，密集讨论这个物件，啊，咧讨论讲，真正咱这项物件出来，还是讲咱安尼做了先，国民党会来甲咱抓无？抓就好抓啊！抓就好抓啊！所以，伫2011年11月，16日的时，台湾 US 海外网迄个台湾海外网迄个蔡明峰来甲访问的时，我就甲讲，咱安尼努力，安尼努力，安尼拍拼，吼，安尼。伊讲，干那安尼尔哟？我唔是喏，我咧创这代志的时吼，从2011年，阮3、4月的时，咱的公民权利法案就创好写嘛。我讲，迄当阵，我咧想讲。国民党是不是甲咱掠人？大家互相勉励讲，无要紧。啊，若国民党甲咱这十个拢掠去，咱拢慷慨赴义，要用鲜血，要用鲜血吼，要用咱十个人的鲜血，要为台湾人行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来。你就是哪唔惊死，伊就哪惊你。你若哪惊死，伊就唔惊你啊，对不？你若哪唔惊死，要盖墙，吼。人讲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就是伊唔惊死嘛。啊，所以咱台湾人一定爱有这块对生命意义有一个真深的认识，丢弃中国文化迄款的惊死的迄部分。佮啊讲爱情来讲，钱较济，吼、哦，都无嫌无唔对。但你这爱情要取之有道，吼、哦，唔是讲为了爱情来爱情，那是为了讲要来做有意义的代志来爱情，要做啥有意义的代志？啊！我若有钱的心，我要来帮助较困难的人，要来帮助迄款的年轻人，伊来就学，也是要来帮助这个社会社团来搞伊的哦，来做公益的工作来做富，啊，要帮助这个国家来进步，来办下考啊，创啥哦？你类似安尼啊，是讲强调就是教育啦吼，要来帮助咱所有的人咯，当得到好的教育，这是爱情的意义。啊！若爱民主，我敢讲这是介无意义的代志，足无意思的代志。像我来出门的时候，阮姐姐吼，阮姐姐姐吼，足爱民主的吼。伊就安尼绝对袂堪咪讲安尼，互人家讲一个批评的话，那讲一个负面的话，伊就安尼气到要死。那是讲，迄就是歹人，迄就是歹人安尼。讲你拢缺点就是讲爱迄个民主，不容许人甲你讲两句啊话，人甲你讲两句啊，你袂爽快话。我感觉这不对，人甲人做伙一定有意见袂合的所在，一定有观点无同款的所在。为了伊个人的利益，伊会为家己来维护伊家己的利益来讲话，啊，所以难免讲出来话，改掉你的民主，啊，你就袂爽快，安尼永远你嘛无朋友。讲人，咱本身嘛有自私的一部分，唔是讲咱讲啊，咱无咧惊死，无咧爱情，咱就无自私，那么有一部分自私的部分。但咱的自私、迄个私欲啊，莫甲看作感冒遐大。甲人甲人中间的代志吼，唔免讲为了爱民主来冲突。所以我相信咱真紧，因为咱吼，咱接受西方的文化非常早哦。所以咱的基因内底，咱的血液内底哦，有荷兰的文化，有西班牙的文化，有日本的文化，遮拢袂歹，歹就干中国文化。啊，真不幸就是讲400年来中国文化。在咱这个所在吞大差不多将近300吨工，1212、12吨、13吨，国家上即个70吨，哇，280几吨呢？啊，这60几吨来拢读个拢中国四书五经啊！啊，恰恰是中国四书五经，把咱的思想控制掉嘞，吼、哦，影响到咱的行为，所以咱这遐随小念嘞，吼、哦，不管安那吼，咱吼。所有的咱的政府官哦，真正爱重新思考。我们才讲伫年末子年底迄个咱的忘年会来咧讲，咱要来重塑咱台湾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内底，咱都要去除中华文化，
哦，亚洲文化内底就是日本文化内底有中国文化的部分，咱就不爱，爱有勇敢提出来，咱来勇敢的哦来学习新的文化，就是后面进步的文化。啊，所以这大家希望大家拢共同勉励，大家一起来改变台湾社会体制，改变台湾社会文化，唔通过去甲中国文化挂钩挂袂煞，啊，就足衰潲的安尼。哦，好，我今日讲到这煞，多谢大家，多谢。请起立。今日，下课。各位学员，我只有一件代志要宣布，就是。